为什么很多女性都会强烈反对丈夫做亲子鉴定？亲子鉴定明明就好比数一下自己钱包里有多少钱一样的道理，对女方没有任何损害。可是为什么很多女性都强烈反对丈夫去做亲子鉴定？我抖音上喜欢那种家长里短的新闻，有看过一个，一个男的怀疑自己六岁的孩子不是自己的，直接就不要娘俩了。这女的以前吃穿全靠这男的，现在别人不要她了，生活难以为继，就找记者。 记者找到那个男的，男的说孩子不是自己的，自己不想管了，合情合理，并说了一些自认为的证据。当然，女方极力反驳。男的这时才说做亲子鉴定是，他就继续养他们俩，不是老子就不管。女的也同意了，而且也信心十足。后来结果出来了，不是男人的孩子。男的很高兴，女的不服气。记者问他有啥打算，他说他要继续做亲子鉴定，做到事为止。 一般情况的亲子鉴定前，女方大概率都是知道孩子是不是丈夫的，而且丈夫肯定也履行着抚养孩子的义务。这时候做亲子鉴定对女方只有损失没有收益。但是像我举例的新闻，这女的做亲子鉴定就只有收益没有损失，因为目前这个男的已经不管她了，就算亲子鉴定为否，大不了依然是这个结局。但是若就是她孩子，那不就可以继续让她养自己娘俩，这就是收益。 关于亲子鉴定，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相信一张纸？希望亲子鉴定机构也采纳下这个建议，选用一些纸以外的东西出具鉴定报告，如丹书铁券啊、匾、碑、竹简、锦旗等。跟你打个赌，你今天呼吸过，是的话给我一百万，不是我给你一百万，可笑吗？这就是某些女答主的逻辑。孩子是不是男方的，女方是明确知道的，男方只能靠猜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亲子鉴定结果为亲生，就要男方净身出户，这也叫对赌。你干脆说开枪打脑袋也是对赌得了，我开枪赌你会不会死，你死了就死了，你没死，恭喜你，你白得条命，多公平啊！好啊，你跟我打我的赌，我就跟你打你的赌。你今天呼吸过吗？你没呼吸过，我给你一百万，不然你给我一百万，然后咱俩去做亲子鉴定，赌净身出户，如何？ 你问我怀疑不该付出代价，对，不该，因为没有信任而离婚可以，但是净身出户，你好歹演一演吧。哦，不是说让你演感情戏，是别把抢劫的意思暴露那么明显。我怀疑你是因为你我闲得蛋疼，还是因为你可疑？女的怀疑男的查手机就无所谓，男的怀疑女的就不行？去你妈的什么逻辑？给你们惯出病了是吧？只有你家狗爱舔你，因为狗改不了吃屎。 别人没这毛病，明白？荆轲给嬴政装修，就安布了一点好心，偷了东西还放火，缺德带冒烟。查手机跟亲子鉴定的怀疑程度确实不一样。那这样吧，你查我手机有问题，我给你一万；没问题，你给我一万，这样可以吧？你问我去哪儿，我说了，而且证明了，你给我一万，反之我给你一万。你问我干什么了？赌一万。你问我都这样了，为什么结婚？谁先开始赌的，问谁去呀、啊？ 反对的这部分妇女大概率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，孩子是丈夫的，以什么信任不信任在那儿闹的，你就直接默认他发生过婚外情吧。其实很多答主表面上装饰理中客，实际上比谁都可恶。比如下面这几个答主都提出，如果是亲生的就男方净身出户，不是亲生的就女方净身出户。乍一看男女的代价相同，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，为什么？ 因为我认为一场对赌不应该只看筹码多少，而应该看获胜的概率有多大。女方可以保证孩子是自己的，并且大概率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。毕竟女的肯定知道自己有没有和其他男性发生关系，有没有避孕措施，而她老公则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场女方看过底牌的赌局。提出一场明显偏向女性的赌局，还觉得是公平的，这个打主的立场不言而喻了。 以后再看到这样的批话，直接对上去就行，因为他们要保留孩子不是丈夫的权利。拿我堂叔举例子吧，强烈反对的女性一定有问题，肯定会有不少人反驳我说什么不信任啊，还不如不过了巴拉巴拉的。其实这只是垂死挣扎而已。我堂叔之前也怀疑第二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，我堂婶当时可牛逼了，指着我叔说：“三个孩子你都带去做亲子鉴定，有一个不是你的，我立马跳楼。” 要是全是你的，你就当着我爸妈还有你爸妈面前磕头认错。最后鉴定结果是三个孩子无一例外全是我叔亲生的，我叔也兑现了承诺，果真给四位老人磕上了几个响头。看到了吧，真没问题的话，女方一定理直气壮的，甚至巴不得你赶紧去做，给老娘麻溜的去。可能你会说，难道女方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？这么被怀疑，这么不被信任，还有娘家人也没点意见吗？ 女婿这么怀疑自己女儿，我这么打个比方吧，假如你楼上的住户被谋杀了，警察怀疑是你干的，你会是什么心理？你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吗？如果是你干的，你会怎么做、怎么想？你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狡辩、去撇清，试图去颠倒事实，甚至人身攻击警察。如果不是呢？那你一定坦坦荡荡的，非常配合警察的调查，直到警察抓到真正的杀人犯为止。 那些生了别的男人孩子的女人何尝不是这样？他们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而已，所以他们会拿信任来说事，你怀疑我啊，你不信任我啊，甚至会拿离婚作为筹码来要挟男方，比如他们会说你去做亲子鉴定啊，鉴定完了我们就离婚吧，我过不下去了，你都不信任我，诸如此类话术，其实他们是在试图阻止男方去做亲子鉴定罢了。那女方父母不会觉得有什么吗？ 其实还真没什么，堂叔堂婶他们那次之后，双方老人都当没事发生的一样了。其实我换位思考了一下，假如我的女婿怀疑我的女儿生的孩子不是他的，那我会怎么想？我首先第一想的就是是不是我女儿真的什么了？第二，我绝对会打电话给我女儿问个清楚。如果我的女儿说孩子是女婿亲生的，那么我会支持女婿去做一次亲子鉴定，打消他的疑心，不会觉得有什么丢脸的。 那如果女儿对我承认不是她亲生的呢？那么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会觉得很丢脸，教出这么个女儿。但是出于私心，我会千方百计阻止女婿去做亲子鉴定，因为我丢不起这个人，也因为要顾着女儿的颜面，所以我不能让女婿去做亲子鉴定。我猜可能大家看到了要骂我了。 那也无所谓了，意料之中的事，因为我是真的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去思考了，且这也是我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，并且我相信大部分男人都和我差不多。记住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还能怎样？心虚呗。俗话说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平日里偷鸡摸狗的事做多了，让供养者察觉到了，他们自然就会想方设法去阻止。 因为女性下意识的想把男性的主体性消灭在萌芽状态，固然有心虚而反对的，但这样的蠢物毕竟不多，更多的是明知道孩子是亲生的而反对。毕竟哪怕出轨也离怀上别人的孩子相差甚远那，那为什么要反对呢？不是因为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信任？他们在要求房产加名、工资上交、要求查岗、检查手机的时候讲过信任吗？怎么现在就讲起来了？无非是提出亲子鉴定的要求，是把女性作为客体。 男性作为主体，对女性提出一项考核，对女性的资质进行检验，那他们当然受不了了。平时习惯了自己作为主体，高高在上地考验男方，现在你居然要调换，这是僭越啊！你现在就想考验我了，你将来想干什么？我想都不敢想。说个题外话，建议结了婚的男性，生孩子了，一定要做亲子鉴定。 现在陌陌呀、月季啊等等的这些各种交友的越来越多，尤其月季还很多直奔主题见面活动的，里面爱玩的女生也不少，还有已婚的，有些约着看电影啊啥娱乐的，看对眼了各取所需，或者谈短期恋爱的多的是，所以呀、啊、也避免女性在婚前玩怀孕的和婚后出轨的，自己成为接盘侠，一定一定要做亲子鉴定的。如果还不能理解，那就带入职场之中想想好了，你的上级可以给你设置 KPI。 你能反过来给他设置吗？这和你设置 KPI 的动机、科学性、合理性都毫不相干。你哪怕设置了个每天工作两秒钟的 KPI，跟他讲他完成了，达到了，那也是僭越了。他们认为你通过努力已经配当他孩子的父亲了，可是没想到你竟然不愿意养不是你的孩子，他很受伤，他觉得他竟然错看你了，所以很生气，怕你万一鉴定出来是他出轨生的，不是你的，没人养了。 这件事上不敢说全部，但反对者里大多数都心里有鬼，身体出轨。你别说我绝对信任这东西，其实很脆弱，越是反对就越是怀疑，这是人性。你放心，结果不对那实锤没辙，如果对了，下一步是不是逐步排查行踪还说不准？我就很奇怪，好多女的强调男性都普信，但普遍要求男性对女性的无条件信任。其实相对男性来说，女性更希望普信。 而这个普信需要男性承担成本，所以啊，最好孩子刚出生就直接安排亲子鉴定，真省事儿，对大家都好。这不太简单了，心里有鬼呗。倘若真是自己老公的儿子，测测基因咋了？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，面对怀疑，一个真正忠于老公的好女人就应该拿出事实来反驳自己老公的质疑。倘若不敢，那就是做贼心虚。 我很赞同一个说法，亲子鉴定应该在孩子出生时强制进行，应该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。不进行亲子鉴定，不给予出生证明，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事。从道理上讲，没有经过科学严谨的确认，出生证上填写的父母就毫无根据，就单靠医院的流程，抱错孩子的事情不是没有吧？为什么有更严谨的科学方式不去使用？ 从另一方面讲，如果女方刻意隐瞒的话，很可能多年以后发现的时候，男方已经失去生育能力，从此失去拥有后代的机会，这是个无法弥补的伤害。离婚又怎么样？赔偿又怎么样？能弥补吗？对孩子来讲，做亲子鉴定也是有利的。如果孩子因为某种疾病需要亲生父亲提供帮助，起码知道谁是亲爹。不要用信任来道德绑架别人。亲子鉴定是一门生物科学，不应该单单用来考验信任。 如果亲子鉴定这项技术仅仅用来鉴别夫妻之间的忠诚，那这项技术毫无必要。当男性为了保证亲子确定性而要求处女时，国女说，男性可以去做亲子鉴定，证明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没权利要求处女。当男性提出女性可以确保孩子是自己的，而男性不能，所以惯性权是对男性没有亲子确定性的补偿时。 国女说，男性可以去做亲子鉴定，证明孩子是不是自己的，没权利要求惯性权。当男性提出要去做亲子鉴定时，国女说，男的去做亲子鉴定就是不信任女方。如果亲子鉴定出来是亲生的，男方必须净身出户。这只是最后一步，在这一步之前，应该已经有充足的把握了，因为这些女性很清楚鉴定结果。我想说，你们想多了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孩子不是丈夫的。 不要紧，法律会保护你们，这是你们的生育自由，你想和谁生孩子都行，丈夫没权利干涉。如果一个女人只是不忠诚，却不吸配偶的血，他们是不会介意配偶做亲子鉴定的，不是就不是，大不了走人。而如果一个人不想着骗人，哪怕他们是吸血精，他们也会支持亲子鉴定，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更稳定的吸血。 唯独既不忠诚又要吸血的织女最害怕亲子鉴定，拆穿了谎言就吸不了血了，完蛋了，两个属性都暴露了，可喜可贺。甭管怀疑不怀疑，装孩子唾液或者装孩子头皮屑，用塑料袋包好，给医生塞个大红包，私下做一个检测，是自己的种，啥屁事都不说；不是自己的种，再要求一起去做个有公正的权威检测都不迟。别听某些扯男人疑神疑鬼，男人不忠。 恶心啥的，我做事要你教？难道女人怀疑男生，时不时查岗，还要看手机就正常吗？我技术好，王者荣耀天天有妹妹求带，或者比我厉害的妹妹带我，哪个女朋友看到了不生气？我告诉你结果，我前女友个个都因为这个事和我吵过架。 说实话，真要出轨，我也没必要去王者呀。尽管只是我营造我受欢迎的假象，故意让前女朋友吵，然后删游戏而已。真要出轨，我坐地铁都能要到女生的微信，就问怎么防？尽管不是次次都能，但是挡不住我不停尝试。真搞海王模式广撒网，总会成功。我可以下载各种社交陌陌呀、月季啊等等各种找，尤其月季还很多直奔主题见面活动的。 约个电影啊，娱乐的，见面对眼了就可以看对眼搞事情的，但是没有必要。性伴侣和感情状态还是稳定最好。我年轻时可能还想换换口味，老了就不想动了。但是人性本贱，你玩纯爱战士的话，女生不会珍惜你的。 只有套路得人心。说个针对怀疑心做文章的低级感情操纵术。首先你要时不时给他制造危机感，让他感觉总有异性来找你，最后再配合他的要求彻底断掉。只有这样，他才会觉得你是真爱他。当然，想鼓不用重锤。他如果已经表现很爱你了，就别这样了。换被操纵方角度，之前有个女海王对我用这招。 我直接不理他，等他下次来主动找我时，我那时都已经有女朋友了。我回一句，我还以为我们已经分了。只要一直有女人爱我，甭管是哪个女人，我就不会受到任何感情上的操控。总之，爱一个人的时候就真心爱。当时那个女海王和我玩这招，我该哭还得哭。爱就真心爱。一旦发现他尝试操控你还不配合，你断掉和别人的联系，那么你们之间的感情该断就立刻断。 我虽然知道这招，但是我可是讲究的人，次次都按现任女朋友的要求断掉的，目的是为了营造安全感，而不是操控感情。不彻底断掉联系的人是真正想要操控你，而我这样做，只是要让女朋友知道我和普通男人不一样，我有大量潜在性伴侣，我是为了她断掉和其他女人的联系的。要知道，有剑不用和手无寸铁是有根本区别的。 别的男人可能为了子宫去跪舔女人，而你要让他明白你不需要跪舔就能有。哪个女人没个子宫呢？你为了她可以放弃联系，这样一来她就有安全感了。总之，女生就是见不得其他女生对自己的男朋友主动，哪怕仅仅只是主动玩游戏也不行。这算不算怀疑？肯定算。我上面的操控术就是用女生怀疑做文章。那么这种都算怀疑的话，那么为什么不能让男生怀疑时也去做检测呢？ 大部分是心虚，丈夫去做亲子鉴定，首先就说明这个男人对孩子是否亲生产生了怀疑，比如相貌不像自己，妻子婚前不检点，亦或者有什么出轨迹象之类的。在夫妻关系和睦、家庭生活美满的情况下，正常的男人不会无缘无故往自己头上扣绿帽子，搞什么亲子鉴定。亲子鉴定不是开始，而是结果。这个家庭和这对夫妻本身出现了问题，最后才走到了亲子鉴定这一步。 可能她也拿不准是不是丈夫亲生的，强烈反对的就两种，一种是心里有鬼，大概帅知道孩子有可能不是丈夫的，他们像红了眼的赌徒，只能希望于通过梭哈的方式吓倒对手；另一种就是感觉受到了侮辱，老娘为人正直洁身自好，你作为我最亲近的人，居然对我做出这么过分的猜测，真是瞎了狗眼！要验也可以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离婚，孩子归我。 当然，第一种很擅长假装成第二种，所以很多时候只要演技到位，真有可能吓倒对手。我反正建议亲自鉴定常态化。孩子一出生要做的检测多了，也不在乎多一项。常态化之后，就好像进考场检查随身物品一样，好学生不会因为考场检查严格就觉得我十年寒窗兢兢业,业业，现在居然被人怀疑可能会作弊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查我也可能，如果没有作弊的东西，我不考了。 心虚呗。要是这是没鬼，那女性的反应应该是还有这种好事，当场要求亲子鉴定。结果出来之后，确实是男方的，男方明显理亏，那女方拿这是吃男性一辈子。然而提出要亲子鉴定的男性，大部分都是看到了一些端倪。这些女的就算是确实是生的老公的孩子，大概率也有其他的内情。血口喷人，哪个锅女不是白莲花？怎么可能不让老公查基因？ 集美们都站出来表个态，正经的说，每年一千万人出生，一千三百万次人流，你说这一千万里有多少是本该流掉的呢？这不是个伦理道德问题，而是个经济问题，或者说是博弈问题。众所周知，所有的母亲都能确认孩子是亲生的，抱错孩子那是戏说，真实没几个。这就意味着一件事：鉴定出孩子是丈夫亲生的，丈夫会继续履行义务；如果不是，则不会履行义务。 从这可以看到，做亲子鉴定对于女性而言，只有维持现状和损害现有利益两种可能。你能想明白，凭什么别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？这是由于有性生殖生物的特点决定的。人类作为哺乳动物，所有的雄性动物都面临着一个适应性难题——亲子不确定性。对此，人类雄性的做法是反复和某一个雌性发生关系，提高概率，不负责，只播种。 近代以来，亲子鉴定技术的出现让亲子不确定性问题得到了解决。这个技术可以说是非常有利于人类雄性动物的。但是，两性之间遗传利益的冲突是底层冲突，性别矛盾是根本矛盾。自然，人类雌性会试图继续获得混淆亲子关系带来的收益，当然要反对亲子鉴定了。一不是要彩礼，要的是态度；二不是出轨，是男闺蜜；三不是要加钱，是生育补偿。 四不是要做，是怕你不爱我。五不是反对亲子鉴定，是反对你不信任我。我不知道现在要做亲子鉴定的那么多了吗？要每天推这个题目给我看，我对亲子鉴定没兴趣呀、啊。我猜呀、啊，仅仅是猜，我还没遇到过周围有谁家亲子鉴定的。当然这种事人家做了也不会告诉我。感觉女人反对亲子鉴定是觉得男方不信任自己吧？但是理智点想一想，他都怀疑你了。 不鉴定就不怀疑你了，你说啊，这要是搁古代受冤枉了，只能自杀表清白。现在有亲子鉴定很好啊，做一次就解决问题，不是很好吗？我自己是女的，我想来想去，如果孩子不是自己的，那只有在医院抱错了，是不是？自己生下来的，除了代孕，哪有不是女人自己孩子的道理？这个孩子是谁的女人，要是自己不清楚的话，那只好说明私生活很乱了，乱到自己都不知道孩子是谁的。男人不一样。 他确实无法保证孩子是不是自己的。你说不该怀疑老婆，对；你说夫妻要有信任，对。问题是人家已经怀疑了，不然也不用亲子鉴定啊。因为规定必须亲子鉴定才给办的事情除外。那么眼前就有一个能够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，费用也不是特别高，这个解决问题的成本不算高啊。难道问题不提就没有问题了？不懂，还是自己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呢？ 鉴定出来以后，冤情化解和好是一种选择，离婚也是一种选择，这在于自己怎么看。但是男方怀疑女方不让验，就能保证不离婚了吗？也不能。好，就算不离，心里有个疙瘩，对女方对孩子也都不是好事吧？麻烦知乎不要再推荐我亲子鉴定了。